终结中国4000多年的君主专政，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——中华民国。我手上是凝聚线哈，还有凝聚线这个吴兴岱哈，然后范云，然后许维志哈，这个就是呢。好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哦，有谢佩阳、王世修，现在代表吴兴岱的这个头像，然后历史哥，然后张思刚。现在全部都在